在山西运城隐藏着一座古老而庄严的殿堂，亥州关帝庙。这里是黑神话悟空同款场景的原型地，更是武圣关羽的精神家园。步入庙门，仿佛穿越回到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，古木参天，红墙黄瓦，每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年代感。结义园内的结义坊、君子亭，让人不禁想起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佳话。主殿内的崇宁殿，重崖歇山，雕梁画栋，关羽的坐像威严端坐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在亥州关帝庙抬头看，能领略到古代建筑艺术的精湛，更能感受到关羽忠义精神的传承。春秋楼、刀楼、印楼等附属建筑错落有致，每一处都充满了故事与传说。站在高处远眺，整个庙宇布局严谨，气势磅礴，让人不禁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。在亥州关帝庙，可以近距离感受关羽的英勇与忠义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不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文化探寻者，这里都要是你不容错过的一站。